主料：红枣30克，核桃10克，鲜玉米100克。辅料：煮玉米水，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核桃、红枣、熟玉米、核桃去壳，红枣洗净去核，熟玉米用刀切下玉米粒，把适量的煮玉米水放入豆浆机，放下玉米粒，放下红枣，放下核桃，按时豆浆即可。香浓红枣核桃玉米糊好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吃时根据自己需要加糖。二、煮玉米的水可以当茶喝，别浪费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